南充展览的消息来了解，二手台学台春内的副教授郑思杰，用了五年的时间，去了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城市，透过镜头呈现南台湾，去拍南部人的面容和生长。他利用正南人做入场主题，对高雄文化中心的制作馆展出八十部精选的作品。用纪录片的方式，是南埔人各种行业感想，从系做农土研究的成长，富里斯下班全部看个成卷，同宋纳斯工人无限个心情来聊。郑思杰用自家个实体观察，用镜头流露南埔人生活感想。我感觉我看到的人无认同，当时唔免南埔人看到的无相同，所以我想安尼先吸看啦，吸袂引起印度，引起印度。虽然没有说很多华丽的东西，可是会让你看到他真正的想要表达的感情。翕相前，郑思杰会先打招呼，待对方慢慢地讲出自家生活故事。每习惯翕相机个镜头，安尼将是翕到挺纯真、挺刺激的画面。到最后，会伫外头做某种事，最后我感觉真实的表现出来呀，人还能用的。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他们是有自信的，在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这样子。郑思杰是高雄闽南人，他了解闽南人内敛、念想、创作，是希望呈现出南埔人平时生活的样很纯。大部分呢，不过或多南台湾嘅民众产生对环境、社区同文化的认同同关怀。卡卡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